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今天是5月18号啊。那我今晚呢行过铜锣湾啊，见到金百利有个大型广告，就是 Edan 和 Jeffrey 代言的啤酒广告。那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呢条片我哋分享到呢度啊，多谢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一条片见啦，拜拜。